肯尼亚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很想念大家，更牵挂大家。在后疫情这3年，多少年没见面，太想念了家人。透过这个视频。 跟大家一一见面，家人们，大家好。天使第3次创业和腾飞，在肯尼亚召开招商大会和3圈战略的落实，全员财务营销，全员直播。 全员招商，虽招商虽受益，被招商更受益，螺旋上升级别，自满开花节节多。我们共同携起手来，成就了塔，塔又成就了塔。 大家共同成就了是快乐，成就的是幸福。大家恭喜发大财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要加大力度的，还要建系统化的教育培训，让系统打好板子，带好队伍。 系统由协调人、沟通人、引路人，这样把系统做强做大，还有做有，让它高质量的发展、大发展、好发展，真正做到大家上下收益更多多。 希望三圈战略在你们的肯尼亚的落实、落地，去招商，虽招商虽受益，从 A 国到 B 国 ，B 国到 C 国，真正的一国加盟全球受益。 我们这个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，世代能相传。大家共同携起手来，共同加油。祝大会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